歌曲。OK， 那送上的这一首比较轻快的福建歌曲呢，那想着继续呢为大家安排的下一首呢，一首比较经典的福建歌曲。也是相信呢，如果喜欢听福建歌曲的朋友，应该对这首歌曲不会陌生。老师这个皮兔兔，一首悲情送给大家，请大家一起慢点哟。Yeah.